18日，网友考古杨洋以前微博，发现画风十分搞笑，随后话题杨洋以前的微博也太好笑了登上热搜。对此杨洋发微博回应表示，吓得我差点设置成半年可见，还晒出了两张自己的表情包，热搜话题正常一点。等住，从网友发出的这些微博中可以看出，从前的杨洋很是放飞自我，各种拍照的姿态和文字都非常逗趣，莫名其妙透着一股沙雕风。粉丝调侃他是宝藏男孩，还说他的微博是治愈不开心的良药。据悉，近期杨洋和迪丽热巴主演的《你是我的荣耀》正在热播，该剧自开播以来就凭借剧中两位主演的超高颜值和演技，让观众对这部剧的追剧热情持续高涨。有网友认为迪丽热巴和杨洋这对 CP 可能是迪丽热巴合作过的男演员 CP 感最强的一对，而且电视剧的热播也是让两位主演频频登上各种花式热搜，就连杨洋许久以前的微博也被扒出来直接登上了热搜。